四点钟开始打的，天上站会站挪，一直就是挪挪三四个多小时了吧。他不知道，我骑的车那个水就跟是那个车子的话啊蒙着的，把那个砖呐、都是跟着那个大楼就是空着的。反正这次雨这么多年的，这是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雨。水涨得很大，跟我们屋头只有一两米了。政府通知我们把东西和人我们都撤离了。